机器人的未来将会到达哪里？每一个你想让它去的地方，超过20款传感器整合，精准感知复杂环境，离线实时构建最大100万平米地图，室内室外跨场景应用，高纤 SLAM 2.0 带领你去一个更远、更专业的机器人世界。高纤导航与运动控制系统，通过四维路径规划算法和交互式运动设计理念，实现复杂场景的精确路径规划及导航运动控制。跨场景应用带来丰富数据源，赋予机器人兼具广度和深度的感知力。基于卓越的 SLAM 2.0 和环境感知技术，高纤全场景移动机器人正在为用户提供室内外清洁、安全巡逻、楼宇配送等应用服务。从底层技术到终端市场，机器人行业蓬勃发展，无限未来，高纤和每一个有机器人梦想的你一起创造。